见了，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。我叫尼亚，你呢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拾荒还是寻宝？我刚从休眠舱里出来。休眠舱？你参加了火种计划？我就知道，一定还有还没有唤醒的火种。火种？你休眠太久了，现在是2112年。我一直在找我弟弟，他也跟你一样是个火种。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没有，其他的休眠舱都没有人。哦，抱歉，是我太突然了。没关系，我先带你回避难所。上车吧，路上我们慢慢说。上车吧。前面就是避难所，小姐，避难所出事了，救我了！是荒巢的暴徒，小心！Thank you.
回答我的问题，女士，你知道了多少？我可以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。3、2，你休想！都处理好了吗？一些蝼蚁而已，你的担心多余了。尽情大闹一场吧，合作愉快。那么晚安，瓜尔纳避难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先去武器库，对付那些难缠的家伙，需要一把顺手的武器。这里来，拿这把步枪。这下应该能应付那些异化生物了。我也不清楚，异化生物从未如此大规模的进攻过避难所，看起来是避难所内堡的某个地方遭到了破坏，才让他们有机可乘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应该是瑞恩他们来的方向。糟了，快上来，他们应该从这条路走了，我们赶快跟上。这边传来的，快跟我来！瑞恩，出什么事了？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其他人呢？抱歉，我辜负了茉莉和大家。避难所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要是我们再强一点，大家也许就不会。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尽力了，要不是你挺身而出，我就不只是腿受伤了。可是我先撤离要紧。没错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整个避难所恐怕都已经失守，我们还能去哪里？杜家避难所，那是离这里最近的避难所，我认识那里的管理员普利特，他一定能帮忙。跟我来，前面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外面，希望我们不会再遇到那些异化生物。大家小心，糟了，大家分散射击，注意互相掩护。
球，帮我一把。快跟我进来，我们要关上门挡住他。我们来操作终端，把门关上。天哪，这里竟然有一台战甲，我都不知道。得想办法让它动起来，光靠我们阻止不了那些怪物。快来帮我启动战甲。警告警告，电压异常。妮娅，现在战甲验证系统进行破解，我们也破解。我尽力快一些，你们坚持住，这套验证系统太复杂了，短时间可能没法破解。我带你们离开这里。你现在看上去真是太帅了。
严重，自动切断神经桥连。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。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。避难所被荒巢攻陷，现场没有发现幸存者。正在检测身体状况，请稍后。饱足状态饥饿，饮水状态缺水，受伤程度严重，请立即处理伤口。